这谁呀？还行吧，正常过日子。哎，你看这小白狗欺负那小皮狗，是不是？你看它小，这咋还拿饼啊？带着呢，那那看成色的。你们再我寻思杨大伟再磨蹭一会儿，这咱们。杨大伟再磨蹭一会儿，都中午可让中午饭了。我在家我都急得够呛，老厉害你。吐槽你了吧？吐槽你了吧？放点肉。我们今天集体回来给我奶奶烧炕，我说我们回来就行呗，你跟着回来干啥呀？俺们一人加一把柴火。是啊。你不集体烧炕啊？小烧得热到啥程度是吧？啥呀？那你也不那个什么，你回跟着回来就想柴火。别管来的，我不也怕。有啥不怕？怕我们回来不是小孩吗？那不是有俩老头吗？俩大。非得等回来，怕你发现杨奶奶家金条。哈哈哈！我发现了，下辈子我就炒鸡。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，那俩老头就想糊弄你了。啊，这不是糊了，这个塑料布，然后就是先得补一补，然后对付他去。等着要是冬天现在换新的。为啥哎，冬天也不用换了，冬天这上多红去。不是，那为啥换啥？为啥呀？啊，为啥？你现在你夏天你扣它干啥呀？不热呀。啊，夏天不用扣，太热了。对、啊、然后冬天呢又上多红了 啊， 啊，所以说要这盆就没有用了，就拆了就完事了。你那屋你还可以什么大太阳去。那你搁这住啊，巴不得你搁这住。干啥就不用管了，管过一段时间化了自己。上回来这院子这么高雪，我们还在那搓搓搓搓，这回来真好，啥也不用动，真的搓雪搓的都老烦了。现在。你看，不就这个吗？你看老头一天天的，走哪都找活。不是你们现在是要在这打算过家家呀？哎，这怎么啥都往回拿呢？你关键来的太早了，你这玩意饿了咋整呢？尤其你没有，我大姑昨天就告诉我，她说中午咱来早来晚，她都回不去。没想到你们整这老，这怎么整一壶酒干啥呀？怎么给你喝这东西？你只是那一点吧，就怕你们饿着。头儿吧，期待着中午饭。看出来了，中午不想让咱回去。中午饭。啊。你整这些玩意儿干呀？收拾收拾鸡窝，咱家不还有八个加一个九个大鸡呢，大老母鸡呢嘛。这收拾过来，你得给它个合适的地方。快快！猛蹬。你这窝也挺宽敞。够用。啊？这窝够用。够用。好像是这有冰没事吧？那嘎、个、主要那嘎没有冰的。那个也很漂亮。咱们画一画吧，它渴了还是喝水干杯是吧？二舅，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。吃饭了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你看，还有地瓜。哎，这屋烧的还挺暖和的呢。是啊，你不早上早都总是要回来。看没有，回应。等我呀。嗯。要是不等你的话，我也小偷就出来。哎，把这些老邻居都串门串完了，我说的等我哪天回去，我说了杨大伟不在家，他等他回来再决定。那早上我哥再晚几天啊，六月份再回来。那你杨奶奶走道子再回来。是，就不用你抬着送了。其实我还嫌山里雪挺大的，还真没太着急。你那别嘴，那说后备箱有水，嗯，都排水了。别的我先烧的，是咱清河的水。
母亲河的我看到那个清河那边整个母亲河，你得有的是这么一个河的宝贝的。咱说的是什么？行，那把刀子我给你拿过来。不用。啊？能吃饭吗？我不吃，我差钱去。管不吃了。没干活，少吃点。没法吃。你啥时候那么自狡过？不干活少吃啊？吃才十个八个。啊？哎，都少吃点，吃十个八个就行。你要十个八个花生粒还差不少。十个八个的饼子那样事儿，你奶奶能管得紧吗？啊，他得少吃十个八个。你是吓不吓人呢？哥，今天没干啥活，没啥胃口，再来一个。哎，你要是胃口大开的时候呢？喂，那吃十个八个，十个八个不够。这秋天晒苞米。春天还晒苞米，我们一年四季都在晒苞米。你觉得拿好拿，挂好挂？我觉得都一样，就是东屋倒西屋，没啥区别。袋子里的就你给他放上点合适。嗯，所有活都准备完毕了，可以撤了。啊。嗯，把它收拾收拾，咱吃剩下这个也不上，来回来去抵着它，塞在柜里去，哪天回来就腾上就吃。行，啊，你过两天你就可以回来了。等几天。等几天，这两天我们再给你上来再烧两趟。那个，看哪天天气合适。嗯，烧两趟，我再给你烧两趟，然后我们那个什么。走，撤去。这烧了啥呀？这不是那么想的，想象那么凉。哎呀，烧了它吧。哎呀，别烧了。